生我们很熟了哈。哎、hey. 啊，你不要，你们两个是一个团体吗？不是不是，不是，对，是这次的合作嘛？对，是合作。那你是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对对。你是？我是中韩混血，但是我现在是拿到台湾的身份证。哎呦，对，哦。已经累了，无法再回头，没有目标的翅膀，我试着飞越那扇窗，温度却让身体再次感到很沮丧。我微笑不是假装，我追是因为渴望，我奋不顾身奔向每一道阳光，我跌倒始终成长，我哭是一种释放，我存在不是假象，我不管我倔强，为爱不是疯狂，为梦受一点伤，为爱腰怪真好打，敢徛伫即阵两个身躯边。来来来来，我毋是敢那徛伫遮，我敢徛伫遮。这个团体三人团体叫做势在必行，一生顺利。礼拜哦，掌声鼓励起来。谢谢。哇，来来来，两位好，宋哥好。这个诗然我们很熟了哈。哎，啊，你不要，你们两个是一个团体吗？不是不是，不是，对，是这次的合作嘛？对，是合作。那你是马来西亚，马来西亚，对对。你是？我是中韩混血，但是我现在是拿到台湾的身份证。哎呦，对，哦。很因为现场年轻人的尖叫声，就会听到说两位红的程度。但是两位到底谁比较红？我们来听听一下哈。好，来，陈世安的尖叫声来。毕书尽的尖叫声，这里看吼，什么人住卡大档？我啊！许孝顺的尖叫声，哎，你嘛无意思，你规都波浪话。在台湾发展，一定要会唱台语歌。啊，对对对。就堆堆堆，你们歌唱能歌啊？你只唱三个字哎，我只会这一句。示范，你要示范，你要教你的好朋友唱个台语歌。我会一首，哪一首？忧愁。大伯哥，你大家破坏忧愁那个两个。孝顺的尖叫声，哎，你嘛无意思，你规个波浪话，还有马上话干嘞，叫咩口咩垃圾，你嘛拜托哎，来来来，蹦恰恰的尖叫声，连心灵拢在话，我唔看我唔看，好，来，这里毕书尽哦，我们那第一次见面了哈，我希望您带一点不同样的表演。可不可以来一首英文歌曲，我们听听？哎呦，我可以送给大家我自己的创作。自己的创作，对。哎呦，我的创作里面有中文、韩文，一点点的英文。哎呦，这首歌里面有中文、韩文，有韩文，有英文，全部把它加在一起。对。歌名叫做《Come Back to Me》。Come Back to Me。掌声鼓励，大方买来哦！谢谢。各种语言在里面。流星就要飞过，拥抱不能太久，再见请别说，
眼泪就要坠落，牵着你的手，转身后不再共我，一直给，一直给。